长城火车开始喽，有人在那边等要拍照。好多钱啊？一二三四五。顶间咧考试就是安尼啊，踮咧路口啊，要考试啊，啊一台车过无？啊过了，搁一台车过来。哦，等头可能头毛过来分有啦，嘿啊，叫科姐迟到啊，刚才跟因入去。绿道、糖厂、护卫役、黄埔，等空车跑出来，护卫糖厂的总站。车站，糖厂的，总站在那里，它是指挥交通的。好，要降下来了。我站起来了，虎尾小火车，好多钱啊？一二三四五。哇，姐姐！哇！哇，好长啊！哇，姐姐！哎，结束了。总站哦，都在后来啊，我都在后来了，那无电池，哎呀，啊，你还搁处理嘞？啊，搁等下搁要收拾起来啊？我现在当时要处理的，无一大，其他我要五抓嘞。哦，搁五抓啊？伊是两台，是讲等下要搁一大空的找就对啊。下等下会通知。要处理再讲，搁要通知哦。所以嘛，无一定时间就对啊。上尾抓两点半才处理啊，今还袂两点的啊。哦，好，要等一下了啊。对。差半点钟尔，紧紧啊。时间要处理，我拢唔知啊。哦。要处理才有通知啊。有啊，上回去看，看有时刻表无？伊讲一天五六班尔。吓啊。吓啊。啊，这无时间表的啦。吓啊，无。有时间表好，害人来看，吓啊。啊，伊在外口。差不多会当吹拖，伊就要处理啦。哦。所以处理变成早处理无，就麻烦啦。嘛无效。哦，嘿。哦，等空车啦，可能差不多两点半左右吧。
干麦讲迄啰，免啦。我到这尔啊。哦。我到这边而已啊。哎，都不会等。哦。等下再回啊，明。我陈老公啊。哦，不爱成功坑的地方。哦，我这第一个拄到的。哎呦！大马小火车，他叫你啊？一六。哦，他叫你啊？哦，搁搭等一年啦。哦，搁搭等一年啊。施工，小。